你看，这是上年的条，从这里长到这里，这是2019的年的条嘛，是吧？然后从这里又长到这里，这是2020年长的，啊，这是2020年长的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你就不要刺激它。你要是一摘心，就变成什么了？你看这个一摘心，它从这里一剪开来嘛，这个位置上一剪之后，发出了这一个条子，发出了这一个条子。啊，从这里一剪，这里往里一看，还有果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还有果吗？往里是不是就剩一个芽点了？连芽点都没有了，光秃了。所以说，剪到哪里，废到哪里。哎，你缓放，缓放着它。它的如果说顶端优势，你给它转化中，让它头朝下一推二转三固定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师傅什么为什么说树是师傅？你看，它从这里长一年，啊，长到这里，这是2019年的春手，长到这里，这是2019年的秋手，什么？这从这里到这位这一段时间，今年是2020年没长秋手，就这一段，这大概有五公分的，春手。你看，你环住就别动它，你别摘心，别摘心，不要短截，不短截。你看这从这里它开始，这全是莲花座看，这挨着这全是莲花座，明天就开花结果了。它就是它的植物生理，就是一年的叶芽啊，就类似于这种，这叫叶芽，对不对？这一片叶子一个芽子嘛，这样变成多片叶子一个芽子了，这叫莲花座。第二年变成花芽，那第三年就开始开花结果了。开花结果的同时呢，它出副梢。啊，它出一个副梢，所以说你看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让大家这个短截。你看这一短截缓迟了一年，你看这里又截了一下，这一截上这出了一个，这出了一个，这上面就没有花嘛，是不是？一剪子最少推迟一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